大家好，我叫黄秋，是来自中国海南三亚凤凰国际机场，我是公司董事长，谢谢你。这次获得这个ACI 为我们颁发的 ASQ 服务大奖，对我们来说意味着国际权威组织以及广大旅客对我们服务工作的肯定，同时也是我们品牌价值的提升。另外，也督促我们以后把服务工作做得更好。谢谢您。